两职权加两勾拳，水汪汪大眼睛盯着立把出拳，组合技也难不倒他。长相甜美，但出脚没有再客气，直接把立把踢飞，还露出了不好意思的表情，瞬间恋爱了，好想被踢啊！不是啦，我是说想再看立把被踢。这位女警黄依纯，可别看她是弱女子，她是彰化西湖妈厕所所长，被封为警戒梁咏琪。这个看起来简单，其实是蛮累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有训练到肌耐力的感觉。黄依纯身高174公分，身高也不输隔壁男远景，修长美腿，还曾经登载金光阅历，但不是只有好看。黄所长说，平常就会利用工作空档打拳练体能，超猛女警还有他。身高181公分，留着俏丽短发，彰化分局第二组巡官陈景强，不止比一般男生平均身高还高，身材结实，更是一位柔道高手，曾经拿下冠军，身怀绝技，高人一等，头脑也不简单。他是台大公管系的高材生，整个背肌都有伸展到，有热起来。最后一位登场，绑着马尾，一样是甜美外形，女警陈红颖，原本是航空公司的地勤，做过船产，但是怀抱着警察梦的她，放弃优渥薪资，每天花15-16个小时念书，拼警察特考，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追上了课程进度，也成功让他考上。然后因为又穿着制服，所以就会想象可能是自己在执勤的时候。目前实习结束，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女警。TVBS 陈之中彰化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